小资生活秘籍，省电秘招大公开。最耗电的一个东西叫做电热水器，洗澡的时候前十分钟开，然后洗完澡就关，然后那样子会不会漏电？会不会电到？生命算小事。户外面有路灯的话，我晚上都用路灯照明前。你这个就是五万跟灯是换成 LED 灯，其实就很省，可以省到至少三分之二左右的面积，拆掉其中的东西。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朝。